我们来看看我们在，哇塞，我们在荒岛。对吧？哦 ，nice。看懂了什么第一手？哇！他攻虾米？不知道，我没有。他说要不要骑摩托车？好，反正我们就是。不知道。对啊，对啊。就跑走了。啊，我们可以一人，我们也可以一人拖一个。对的。哇！所以我们是。理论上应该是拖着行李啊，他们就一直走，没关系。那这个车子要放哪？他说：“你扶一下前面。”他说：“够够够。”绿色那一台会飞走，可能要下坡了。哇，这个红人跟台湾的红人差不多哎。